个季节还得是入耳式耳机。我在我家头戴式的耳机打一会儿就能捂一脑门的汗。没办法，最近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，你们那儿多少度了？在夏天啊，打 FPS 手游除了手机设备需要散热器，耳机也要入耳式的。之前给大家推荐过普济的 R3 Pro， 反响还不错。而这次啊，他们家又新推出了这款普济 GR6。首先就是轻量化的设计，单边八克，整体18克，重量很轻，佩戴的时候没有压力。CNC 精雕工艺，而且他们家针对 FPS 游戏深度优化，高频解析度较普通动圈扬声器提升20%，3.5毫米 Type C 苹果的都可以用，枪声不炸，脚步放大。价格的话，我感觉大部分都可以接受，喜欢就可以留下，不喜欢咱们接着再换。而夏天入耳式的耳机还是比较实用的。